20号，俄红星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精彩的喂食大海莲镜头。视频中可以看到，一名男子从桶里拿出一条小鱼做诱饵，准备喂食水中的大海莲。一只体型庞大的大海莲跳出来吃食，并将男子半个手臂都吞进了嘴里。大海莲是一种大型的海洋鱼类，身长可达2.5米，重量可达160公斤。